耶、yeah,，我们要来开箱，开箱什么嘞？新北耶诞城，我们收到了迪士尼送来的礼物。耶、yeah,，这次是公主风，你知道吗？好像知道，超兴奋，我们的季节又来了。对，我们的季节又来了。每一年岁末年终呢，都有很多迪士尼的联名的活动，超开心的。其中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新北儿艺节。我觉得他们超有 sense 的，知道要跟迪士尼合作。耶诞城不是儿艺节哦，说错了。新北耶诞城。对，儿艺节是儿童节的时候已经过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都是儿艺节。对，我们以前工作都是儿艺节。太习惯了。弟弟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这里，这里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这里。看这个有什么？好多哦。天霸，这是那个哎，哦，这是什么的？滑鼠垫。哇，还有滑鼠垫哦。万用滑鼠垫。等一下直接用起来。这样用这个心情会很好哎。维尼的弟弟维尼耶，是你耶，你这是什么？我看，我看，妈妈有新的了。哇、哦，妈妈的发箍，太棒了！那我等一下带出门。是 unicorn 吗？不是，是那个乐佩。哇、啊，我要看一下是不是乐佩。这是乐佩的皇冠，你看都是洗头发的。乐佩的歌怎么唱嘞，哥哥？拉胖手的歌怎么唱？乐佩的歌怎么唱？你知道吗？拉胖手。我也忘记了。我看你都没有给我看，天哪，你要给爸爸看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白雪公主的什么？这是便利贴卡片吗？嗯，好、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是那个、你去看，你去看这个，你去看、我猜它可以看起来变成一个公主。我猜它可以变亮，那、你帮我翻。哦，好。你看，那是公主，她的裙子。好可爱哦！弟弟帮忙介绍，弟弟帮忙拍。弟弟，弟弟比较喜欢当摄影师。对对对，弟弟喜欢摄影师。啊，那你以后就拍哥哥介绍好了。哇，还有睡美人的，睡美人的什么？爸爸哦，一样的公主裙，哇、哦，特别可爱，便条纸。我要放在我的化妆台的呗。好适合办公室哦。那、我需要你一个，而且后面是真的可以，哦，小心，后面是真的可以用的那种便利贴。妈妈，那我要给。哦，这样谁会舍得用？你要什么？你要那个？你那是 Cinderella 吗？不是，那个是睡美人。哦，够了。它是欧罗拉，但是我喜欢的是贝尔。还有哎、那我们看有没有贝尔？好多哇，一系列的，好多。有哎，有贝尔哎，有贝尔哎，那贝尔给你，怎么样？还有小飞象，哇，小飞象哎，好多。可是这不是我的尺寸哎、，iPhone 11 iPhone 11我是 Pro。哇，是我刚刚说的尺寸哎。哇，哇，我想错了。爸爸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抽奖抽出去。看谁 iPhone 11就抽出去吧。妈妈，我要拿。好可爱耶！你帮我看这个是什么？我讲错尺寸。妈妈，你帮我打开这个。好，我帮你开。贝尔。你喜欢贝尔？哥哥喜欢贝尔。你喜欢贝尔？更好。给你。哇，那他裙子也可以开吗？可以，那你看，他下面还有这个小座，可以让他站着。啊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不要踩这个，起来，起来。我也要把这个放在我家。好啊，放在你的办公室好了。你有没有办公室？可以写便条纸，还有这个，爱丽丝的，这是化妆包吗？是，一个化妆包。它是那个妙妙猫哎，嗯，好棒哦！所以我等一下可以换一波哎，是不是？可以。你看，它可以装化妆品、万用包、私房钱也可以。这么大可以装很多，所以私房钱要够多、哦。你看，我看，好可爱哦，特别 Q。你看，它躲进去里面了，真的哎。还有什么？那根那么大根是什么？还有个超大的手拿包哎！哇，好 Q 啊！哇！那底下什么？这私房钱够多的也可以抓。还有，哇，票卡夹哎！我也要开开看。好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开完。好多。哇，好大哦！这好大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Be careful, be careful！ 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这是什么嘞？野餐垫吗？可能是哦。哇！你看得懂哦，哥哥。它是地垫组。地垫是野餐垫还是说一般在家里的地垫？应该是地垫。
等一下，你可以先帮弟弟拿一下这个吗？他想要拿这个。好。好，等一下用讲的。哇，好可好漂亮哦、喔！而且感觉很舒服哎、欸，它是冬天的毯子的感觉。毯子。喂。那种不会让你过敏的毯子。真的吗？短毛的那一种。没有，只要是毛都会过敏，跟长毛短毛没关系。比较不会过敏的那种娃娃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娃娃的那个布也是。好，那你看。可是只要是毛的都会那个、啊，都会有尘螨，都一样。是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严重。我要尝尝看。好，你尝尝看。我帮你开。怎样？怎么了？你比较喜欢玛丽奥是不是？他对公主完全没兴趣。可是我有兴趣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哥哥有兴趣。Mario Car。对呀、啊。有力。好，你介绍的 Mario Car。有力，你看我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！加油！哇！我用力拆开它。要、这样你要开啊、喔？你开。好大哦，两块。是两块哦，一大一小。天哪！弟弟要不要尝尝看？你要不要躺上去看看？躺上去看看。可以啊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还有比目鱼是三块耶！哇，三块，好 Q 哦。呜呜。呜。这是新家地毯吗？这是我的，好啊，好漂亮哦！这是我的，那天我跟他不比目鱼，弟弟要不要尝比目鱼？这是我的，比目鱼哎！不要这个，这好漂亮啊！对呀、啊，那你现在睡着呢？那我的脚可以过来，你看没有位置了，我脚过来你就没有位置了。耶、yeah, ！感谢迪士尼，谢谢，我好开心哦！怎么会这样？还有新北耶诞城，在好像十一月下礼拜，下礼拜五还礼拜六就已经就是会点灯了，真的、啊，所以就今年特别提早。今年特别提早。好，那我要穿我的贝儿公主裙子去。对，我们下礼拜几啊？我们下礼拜也会提前帮大家去，就是现场可以体验一下，再跟大家分享。那如果跟我们一样是非常喜欢迪士尼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了，今年真的很棒。虽然不能去迪士尼乐园，今年不能出国。如果这是我房间，我就完蛋了。那你房间不适合他，我的房间比较适合他。弟弟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些东西可以送给大家，好了，来看一下。好吧。手机壳。手机壳有谁是 iPhone 11？然后要感谢爸比哦，报错了。其实我是故意的。然后我们应该留一个 Cinderella 跟贝尔就好了，然后其他就可以送给大家。所以还有，他不是小美人鱼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好会哦。这个可以抽奖送给别人，还有哦。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对呀、啊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棒。这可以抽这个，跟这个，那我等一下把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也可以抽，好舒服哦，白雪公主，白白好舒服，很舒服啊，这个毯子很舒服啊。弟弟也躺下来了。No， 江江。然后还有这个手拿包也可以送给大家，还有什么？这个刚没有讲到。对，这是证件卡夹，这很适合就是那种上班族有没有？这边可以放那种悠游卡、信用卡，然后自己老公的卡。自己老公的卡好像很重要。副卡。对，副卡。然后还有那种要逼的，譬如说电梯卡怎样，然后这就挂在身上。或者是它可以拉长，是不是？它可以，它是可以啊。它这是有个线可以拉，让你拉很长。你看，它是那种挂在你的那个包包上，然后你要随时拿伸手这样子比就好了，你就不用特地还把背包放下来过去比。OK， 这很方便，这我看蛮多人用的。好，弟弟等我一下，弟弟等我一下。
那我们就把这些商品都会送给大家。那很简单，这边没有，哦，那边没有是？这边哦，这边商品送给大家，这些啊，这几个大家看好了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，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，你们就留言说你想要什么，然后就有机会抽到这些商品，然后我们再寄给大家，直接在生活频道底下留言就可以了。可不可以问题？如果说大家留言，譬如说我想要。没有差，因为我决定，我知道你的疑问是什么，哦，对，我决定我要送给谁，哦，了解了解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留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这样子就可以得到，有机会得到，好不好？对，就如果，okay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会送他心愿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就是要大家自己选了，我是怕说两个抽到奥洛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反正呢，就是我会，就是有重复的话，我就会。我们会选啊，就是我们选一个，就是随机抽，反正我们也都不认识。对，反正我们也都不认识。对，好咯，那就这样咯，赶快去留言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哥哥，不要那么大声啊，吓死人。